是故意的，我是故意骂他，我是想要20岁无聊的人继续来，因为如果你忽略他，会有更多的人来。我没有很生气啊，我只是单纯用怨气的语气对他讲话。我其实没有生气啊，我是故意骂他。八十块。下雨吗？下雨会下雨。小麦，你这个可以哦。你这个是夜店的。有人来啊！你这妈这是夜店的哦。300块钱。300哦。我现在300块。中文。300块。你要留一份什么？你要留一份什么？你要留一份什么？300块有人来不？来高点。你要留一份虾子吗？你怎么收到？你怎么收到？因为现在已经十点了，帮你看完了。百块。300块，300块，为了没虾子吧？300块。哇！这个可以 OK 的，出来。他现在不会帮我留了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不会帮我留。来，最后钱300块了，最后一个，让我去啊！有人来哦，还有你卖无？
问一声，好听好不？好听，不好听我无大声的。多啊，这下嘿，500块了，啊，今天买我好好讲500了，500块了，好听了，来一个。嘿，成长。
什么物件啊？鱿鱼好不好？300块，3位，4位、5位、3位，超过来300块就两块，好不好？三八，这里这里购买，蒸锅来蒸鱼有干活。这个吗？下面这个，这个是500，这是500块。不要那一条，400，400，好，400。多少钱？还几班的？9班呐，找600。这几位不发的，我吃不完，是4个人吃不完。这几位三斤超过。600块，买袂到啊！一块称几块200呢？是红赤针呢，是红干呢，太古老式。一块称200块，哪条？600只好了。一只称200，哪条？很老的啦，迄不是冷冻的啦。冻死啦！迄嘛很老的啦。青鱼片啊，3片200块。掏包吧，这先卖了。不然老多人吃，不喜欢吃。我吃大条。来了，这先来了。老爷贵宾。老板。哦。你讲三百多块啊？600。600块一只称200。两个人应该大吃。我这拢来先来了，1500了。10块，12块。要1500啊，1300就。哦，要钱啊！1300，要钱啊！要1300唔敢吃。等下你小弟报啦。几个就先？好多。200块了。来，好多200块了。200块。算一个现在200了。小鱼。200块。好像你要吗？200，200。要过来拿。对吧？买了，有没有买100？你要，会进金，你刚才那个你那个先生，你要再过来拿一次，你要再过来拿一次。那个1300不可以吗？你先买剩下的，还300块了。这碗没。剩下先买了，380了。有人要。三八。对，等一下过来拿。对。要过来拿啊！什么东西？包起来，下次包起来。好，那个包给你的，免得被人家。你拿都不想拿。这些人够不进来。一点的话，有可能会他们休息的，都会。这下来了，弄来了。有一点的。500块的，先买500块。有一点来不及。这下来500块。来，500六。500六。差不多了。
车，这菜有无？只有这菜无，有耳孔听无的无？我都无，我都讲话无，拢无啦吼，啊无买啥嘛讲。我爱三个，我先有讲的话，啊你也听无我讲的，是我讲国语讲台语听无的，你也才讲。方便你。黄月江啊，台北的黄月江。在啊，黄宇啊，黄宇。刚才那一带，那一台，那一台。五百的。三点两八，五点三八。多少？你个月不是要收啊？你当然收着了。我收伊就外贵了。我想贵，码头好，来，不过好不好？两百块了，买两百了，四贵了，六贵了，贵价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好不好？好吧。过来我码头哦，码头好不好？过来来啊，来搞定。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、七位、八位、八条了。过来，我们码头不？码头。八。贵位啊！贵位啊！贵位啊！